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如这个图了哈，可以呢有几个矩形呐、啊，哦，这个这样子是一个小长方，哎，这样子是一个小正方形呐、啊，哦，这样子是一个小正方形，那这样子是一个中正方形，哦，这是大正方形，那现在长方形的话就是像这种的，哦，这样子的话是一个长方形，哦，那这样子也是一个长方形。那长方形怎么构成呢？就是说我横的哈、哦、取两条，哦，就是说啊，我现在这个横的哈、哦、取两条了，啊，纵的哈、哦、取两条，哦，随便取两条，哦，纵的随便取两条，那这样就可以构成一个长方形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哈、哦，我现在横的有几条呢？有一二三四啊，我四条里面哈、哦、随便取两条。哦，四条里面随便取两条，啊，纵的总共几条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纵的有七条，我随便能取两条，或是这样随便取两条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构成了一个呢长方形。哦，横的取两条，纵的取两条，就可以构成一个长方形。那现在横的话有四条嘛，我取两条，这个是取横的取两条的方法数。然后呢，纵的哈、哦、取两条的方法数有七条，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条呢我取两条，啊、哦，这个纵的呢取两条的方法数，啊，根据乘法原理的话，我横的取两条方法数，再乘以呢纵的取两条方法数，这个是等于什么？等于是我横的取两条，而且纵的取两条的总共的方法数。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构成呢，有多少个呢？长方形。那这个多少？这个是六，它乘以多少呢？七取二的话是七乘六，二乘一嘛，二三得六，哦，所以这是二十一乘以六，所以是一百二十六，有一百二十六种，哦，有一百二十六种呢，就有一百二十六个。有126个呢，这个长方形，我不能讲126种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长方形哈、哦，跟这个长方形是同一种，但是呢，这分别是两个不同的长方形。哦，我们在这里取的时候，这个一个，这个一个，哦，那么分别是不同的长方形，这样的话总共有126个。好，啊、第二个，啊，他问说呢，正方形有几个？正方形的话，我们就分类啊。正方形的话有几种正方形呢？有小的正方形，哦，这小的正方形，还、啊、有那个中的正方形，哦，中的正方形，还、啊、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大的正方形，大的话呢还有九个，啊，中的还有四个，哦，分成这四类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小的正方形的话啊、哦，有几个？就是这样子一个，哦，这样子一个，这样子一个要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乘以三，哦，有六呢乘以三，哦，这是小的那个正方形的个数。啊，中的正方形的话呢，有几个哈、哦？中的话就这样子一个，哦，就这样子一个了。啊，这样子的话也一个，哦，这样子也一个。那这样的话总共呢，哦，这样取的话总共有几个呢？总共有这个。这个的话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了，这六哈、哦、减一啊，哦就一个嘛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哦这是六减一啊，六减一，哦这长的部分的话有一，哦就是说横的部分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嘛，啊纵的部分有什么呢？有一、二。哦，这样子的话呢是一个，啊，这样子也是一个，我纵的有一、二，乘以多少呢？乘以二，二的话就是三减一啊。所以呢，中的那个正方形有这么多个，啊，大的呢，大的有几个？大的话就是这三个啊，这样子是一个大的，三三嘛哈，这样子，就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四个嘛，这个四的话就是，那个
这样的话是一个嘛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嘛。四个的话是什么呢？是那个，六减二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就六减二啦，哦，四个的话就六减二，啊，乘以多少？这个只有一而已啦，哦，一，哦，这样子的话呢是一个，乘以一，那一的话呢？一的话是三减二啦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样是18嘛，那这样多少？七二十四，哎，不对啊。五二得十，啊，这一点是五嘛，五二得十，啊，知道这四，四乘一啊，四乘一的话呢是四，所以这样有几个呢？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的话哈，这是22嘛，22加10的话是32，啊，所以正方形总共有32个。